一波之家要排队啊。美食美食真好吃，动人的美味，香喷喷，美滋滋，让人难抵挡，都是我最爱的，我要吃个够。色香味的美食多么的奇妙，美食美食真好吃，让人加汤的，不过话给加汤。这是鱼头炉里面的小鱼头都被我拿了。刚才吃了多少钱知道吗？吃了226块。